是你做工做一个名义的尔哦。我相信阮黄林姐代表真实明白。今日咱今日这个活动上重要，是讲市长当然是有开过支票，四十八次好加在。准备好，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这个口号之后呢，我们来，我们还有几位顾问哈，来请我们顾问都请上台来哈，来，小吴也一边买三箱哈，来，我们请掌握一下时间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单位，这边。